这便是报应。可是因为你，多少孤臣将士死了，多少百姓流离失所。我请问你，这些年。 本王并没想害死他们，您不疑，你还年轻，尚不能知我们随圣上征战的这些老臣内心的煎熬。当年群雄逐鹿，局势不明，谁能料想圣上到底能否问鼎天下？本王只不过是想备些钱，给自己留条归乡时的退路罢了。 本王私下调换军械，转卖他人，不曾想，只这么一回就坏了大事。林不疑，林将军，孤城所破，实非本王所愿呐。这些话，还是等雍王下去之后，自己跟霍将军还有将士们解释吧。本王以为。 霍冲能撑到援兵到来，可谁知道他们都没有来。孤城被迫，也不是本王一人所为吧？那援兵迟迟不到的罪过，难道也要让本王来背吗？既然圣上要追究，那为何不追究援兵迟迟不到的罪责？林不疑，你觉得以圣上的性子？ 会不会如你所愿，插个底朝天呢？你觉得呢，林不疑？不管圣上查不查。 都得死！这一刀替何将军和程县令全家还。林不疑，你疯了！这一刀替孤城亡魂讨个公道。这一刀击毙霍冲将军。你杀了本王！ 告知廷尉府纪大人，雍王叛变，因对圣上有愧，现已畏罪自杀。这纪大人也不会信啊，他会验尸。照我说的做便是。是。还有雍王倒是提醒到我了，当年孤臣曾派传令官求援，但后因劣质军械，几日便遭城破，所以他们也许逃过了破城之灾。
至今仍有可能存活人间。你们两个即刻去搜寻他们的下落。是是。少主公，你去哪儿？别跟着我。阿母，破坏军械之人，孩儿已经查清，并且手刃了仇人。您放心，我们霍家的仇，我一日也不敢忘。终有一天，我会查清孤臣被灭的真相，我会将所有有罪之人都诛杀殆尽，一个也不放过。人都没有来，他们谁都没有来。你不能上战场，你不能上战场，我自己来。你怕血的，我自己来。你不能上战场，你不能上战场，你不能上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破坏军械的人全都已经被我杀了，那些没有来的人，一个个把他们揪出来。快给我们所有人报仇。林将军，您就给圣上低个头吧，您这儿跪着，圣上心疼啊。
林将军，您听老奴说，这圣上啊，他庶子，你可知错？陛下，就是平日太纵容你了，如今魏沈之要犯，你都敢杀，这是欺君之罪啊！你让朕如何处置？陛下息怒，林将军在这儿都跪了三个时辰了，况且他这身上还有旧伤，要不要不什么？给朕滚进来！哎，林将军，圣上让你进去了，来，起来，老奴扶你。你不用扶他，你是很硬是吧？好，哎呀，你很硬啊！好，你个手贱，我让你硬，你硬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是在等着朕的第三脚吗？陛下所赐皆为君恩，臣不敢躲。哎呀！你四省勇往，还伸展后奏，你把廷尉府和朕还放在眼里吗？你这心里还有不敢二字吗？雍王父子手沾无辜将士鲜血，又逼得何将军全家战死，臣杀他，何罪之有？那也不用你亲自动手，要杀要剐，一道诏书就可以，何必脏了自己的手？臣已查得雍王父子还身负其他重案，他们死不足惜，死不足惜也不用你亲自动手。我要给王死者讨个公道，讨公道，死者死矣。你为什么要揪着不放的？陛下，别说了。此圣啊，朕纵容你也是有底线的，天下百姓的安宁就是朕的底线。历历余孽作乱几十年，黎民百姓翘首以盼的平静安宁日子才过了多久啊？你就想搅乱朝堂，再搞一个天下大乱不成？臣不敢。今日你诛杀魏沈重犯之事，臣罚你半年失邑，官降半职，回去反省吧。是。哎呦，陛下！哎呀，臭小子，脾气硬，他这筋骨更硬，害得朕的脚生疼生疼。哎呀，还有你，曹成，刚才为什么不拦着点儿啊？老奴该死，老奴该死。陛下，林将军啊，年纪尚轻。总有一天，他一定会明白陛下的苦心的。但愿吧。过府一叙，叙什么？这分明是催促我们上门退亲去的，连圣上都没下旨，卢家的信便火急火燎的送来了。这根本就不是娄太傅的主意。这就是娄家那大夫人的想法。这个得利忘义的老妇人，得了些口风，便急不可耐了。她也不看看，我们程家上阵时可是任由人欺凌之辈。娄家送信的人还说了些什么？娄家派人还说，若女君和女公子不去退亲，他们便亲自请圣上的口谕，还望家主和女君不要为难圣上。好，好啊。我们现在就去娄家，看看他们到底想说什么。走，夫人，为父与女同去。妇人之事，何娄将军出马？您在家中坐镇即可。如果我们娘俩真跟那个娄氏打将起来，将军再去劝架也不迟。走。这不打起来太怪啊。
夫人为何才来呀？这亲，你们再不乐意也得退呀。谁说我家不乐意？我们是在等圣上圣意下达，再行退亲。哼，我们也是无可奈何。此事已由不得少商与阿瑶任性。大伯母是否还想说，何将军悲壮，何昭君孤苦，我理当仁义为怀，退婚让贤。少商，休得无礼，话都让你给说完了，娄大夫人还说什么去？程家也是武将出身，想必更能体会何家满门忠烈之不易。说起来，何家如此荣耀，阿瑶能与之成亲，我都觉得是高攀了。有与何家如此好的亲事，为何娄大夫人不要，偏要让给二人？就是，当年何将军的恩情，又不只是阿瑶的父母受着。怎么，娄太傅袭爵时记得自己是长房长子，如今需要顶事时，忘记自己是长房长子了？你敢欺辱我阿母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娄大夫人，你虽行事不公，但有件事情说的没错。我们程家乃武将之家，我萧元一随夫君征战四方，素来能以刀剑解决之事，就不喜说教。娄大夫人是想切磋一番吗？我本是怜惜何家孤苦，没想到你却来我府上撒野。来人啊！来人呐！大伯母既然怜惜何家孤苦，光是嘴上说有什么用？嘴上的仁义谁不会？拿出些作为来。既然如此，不如让你的儿子结婚之后娶了何昭君，届时你尽可抚恤遗孤，我保管明日整个都城都会颂扬你的高人之举，如何？陈默夫人，您就是这样纵容女儿，羞辱尊长了吗？我本就是个粗鄙武将，我纵容了自己的女儿，羞辱尊长，也理所当然吧。不过少商，你也应该给娄大夫人留些脸面。女儿不曾。女儿总想给长辈们留些脸面，可卢家总是有人给脸不要脸。我父亲那太子太傅，你们母女二人何来胆量在我娄府如此放肆？我家将军乃是圣上亲封娶林侯，我们程家能走到今天，全凭我们在沙场上真刀真枪的厮杀。陈家虽非勋贵，但也容不得别人欺负到我们头上来。当初是你们要求娶，我们勉强答应，即便要退婚，也得是娄太傅亲自上门致歉，根本轮不上你来与我智慧。娄大夫人刚才说我放肆，如今看来是你更加放肆才对。阿嬷，快命人把他们护出去，以后娄家不准陈家人再靠近。你还要晾着干什么？把他们给我轰出去，轰出去！此前看在姻亲的份上，给你些脸面。既然已经退了婚，就以此巴掌为戒，从此我们程氏再也不会踏入此地，免得脏了我的脚。你敢打我阿母，我跟你拼了！阿姨，我阿母只管打他的，我来收拾。竟敢在我们娄氏地界殴打我们母女，
明日我便告上长秋宫，看帝后怎么惩罚你。我萧云逸随你去长秋宫、长东宫，奉陪到底。走。都莫着急，莫着急。阿阳，你这怎么受伤？他们打的？不是，是前两日阿瑶翻墙出去找你，一时不察摔了下来。你在这儿干什么？善剑与楼大公子是至交好友，今日听闻师弟伤腿，特来探病。真是哪有热闹哪就有你。程娘子言辞如此犀利，看来气得不轻了。少商，实实对不住了。我思前想后，还是不敢忤逆圣意。不如我们花开并蒂，你和昭君一并嫁给阿瑶，这样你们不分大小，姐妹相称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阿瑶，你说好不好？阿母，不然，你大伯父是不会放过我们的，叫咱们孤儿寡母如何自处啊？只要你和少商成了亲，婚后你们一并尊重昭君就是了。我程氏三兄弟，从未有人纳妾啊！不是平妻。少商，听到了吗？可认否？还有你作何想？定什么嫁呀？我是不会娶何昭君的，坚决不娶。阿瑶，你告诉我一句话，你退不退亲？绝不退亲。一言为定。上我车吧，我送你回府。不必了，我自己有马车。你阿母都被气成那样了，还想着她给你留马车呢？更何况，你就不想知道何家为何定要昭君嫁与楼瑶吗？跟我走吧。还是袁夫子教我男女不同席的道理，如今让我上你的马车，夫子莫不是忘了？哦，还真忘了，原来你是女娘啊。夫子既不是真心与我说话，那我便先下车了。听着，既然气性这么大，那楼家提出并娶之事，你怎么还不敢退亲啊？阿瑶若知道并娶之事对于我来说是羞辱，若她还敢答应，我定会两巴掌拍死她。可她并没有答应她阿母，我为何要对她死心？楼瑶为人无知无能，又不够聪慧。你不肯退亲，是不舍得好拿捏的楼瑶，还是不舍得马上就可以逃离父母，去外面见识更广阔天地的机会呢？袁神剑，你少羡慕我。再者说，我便真如此想，
与你有何干系？别跟扎了刺似的。你可知，何将军为何非要将女儿嫁回娄家？那是因为娄氏子弟，进士儒生文官，嫁给娄瑶，何小公子才能保住何家遗产。你是说何家的不娶吗？不止不娶。 还有庄园、屋宝，族人遗孤，现在由他阿姊暂管，待何小公子长大后再行归还。此事说来简单，可在何小公子长大成人这十几年间，变数太大。楼瑶是何昭君眼下最周全的选择，可阿瑶不喜欢何昭君。再说，我就不相信全城没有第二个心地磊落且敢配何氏忠义、愿意迎娶何昭君之人。 何家如今赞誉满天下，何昭君嫁妆丰厚，会贪图这些的人家，何氏信不过；不贪图这些的人家，又不愿出头。不如，袁夫子，你娶了何昭君吧。 你心地磊落，定不会吞没何家不娶。再说你的才干、学识、相貌，比阿瑶都强百倍。若是你提出来，何昭君她定是不会。为什么？迎娶何昭君这样的心腹，轻忽不得，怠慢不得，将来还要倒贴许多人力物力，帮扶何家东山再起。你可真看得起在下。 女公子，这下着雨，没有车马。哎，女公子小心！要不咱回娄家去借辆车马吧？啊，不跟，我可没脸回去。 何昭君劝说这法子，当真行吗？万一他不肯怎么办？以前我也没见他有多钟情于你，为何不肯？不过，他刚全家斩亡，我们待会儿态度还是要和气些，言辞绵软些，莫让他觉得我们是上门欺凌来的。 今何昭君已经这般惨了，要不咱们改些时日再说。可你伯父坑的吗？就算你伯父坑的，身上坑的吗？那要不你去说。 这是你们之间的事儿，我凭何身份去说？也对。
安承君，我们今日来，是特地来迎接你的。迎接我？接我干什么？我们有话要与你说。我还有件要紧事需要赶去。程娘子既有话与我说，不如同行。少上与你又不熟，你有什么事就冲我来。阿瑶放心。 我不会加害程娘子，你若不信，我可以先付知名律师。程家娘子，你既要同我抢龙婿，却不敢随我上车吗？你不必激我，我本就是要与你谈谈的。阿瑶，你腿脚不好，我随他去。若你看情形不对，可赶紧跑回来。阿瑶倒是惦记。 你们几个月的情分，却胜过我和他十来年。不过阿瑶跟在你身边，也总比和我在一起强。你长大了，时辰快到了，我们快点走吧。 世子妃，这是来给我送行吗？别叫我世子妃，我是来取你性命，拿回去祭奠我的父兄。是我对不住你，念在咱们夫妻一场的情分上，请善待我们萧家的其他人，好不好？情分？什么情？ 是将我大兄跟四兄头颅插在枪尖上，向我父亲叫阵的情分，还是把我兄射死在沙场的情分，又或是一刀捅死我那身怀六甲嫂嫂的情分，还是将我父母蜿蜒堕足的情分？圣上仁慈，原本念在你萧家从容有功，赏你权势，是我上奏。 你该上路了。好，我死了，我做鬼也不放过你。好啊，那你做鬼，我父兄一定会再杀你一次。
看看谁不放过谁。何昭君，马上就要行刑了，我们赶紧走吧。圣上已恩准我手刃仇人。别怕，我来了。